个游戏名字叫《中国火车之旅》。新游戏，来去中国旅行喽！喂，哇，哇，好累个、哦，妈的，这么累个。先转一下，先转一下。哇，一出来就有一个干净卫生大屌猪脚饭，营养丰富，哇，好吃好吃。傻小，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，没有绿水青。我觉得这个游戏被丢负评是应该的，因为他就是故意要惹恼某些人，你知道吗？界面近日，你发你功能，安静卡在的，意思啊？这个大屌猪脚饭哪里吃得到？我也想试试看看的、欸，有没有猪屌味啊？哎、欸，我有身体了。我们现在来干嘛啊？坐车旅行是不是？到达北京站，去市区找锦州火车票。这灯都是 LED 吧 ？RGB 哎、欸。专业建模，傻逼 burger， 傻哈逼一阶。哎、欸。粪坑节，哈哈，这个游戏完全就是故意在惹人的吧？陆奇修正，加油干啥小？然后哎、欸，这个好好笑，哈乱他妈乱写一通有了没的。我住傻逼街87号，这车票去哪里找啊？游戏好累格，好烂哦、啊！大屌猪脚饭分店，50公尺外，大屁猪，大屌猪。这城市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哇，好嗨啊那间！沙比帅逼便利超市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特色社会主义，重金求子。好，要跟这个二次元生哦，确定这生得出来？要往哪边走啊？前面是车站的吧？这里是市区吗？我车票哪里找啊？按摩保健，请上二楼。我想去看看呢、欸，上去吗？哎、欸，是不是这个？是不是这个？车票 ，take it， 留。写什么啊？锦州松安松林，我有车票了。现在走去柳州站，好，看到没？人民安居乐业，车票路上到处都是，政府德政，不用让你花钱。所以看起来环境非常优美哦，赞。虽然名字有点难听，什么粪坑街啊，我随意啦，没关系啦。车子从哪边上啊？哇，这有点远哎、欸！喂，游戏怎么那么累格啊？他妈的！喂，前面有个人哎、欸，去问问老铁，这台车是要往哪里开啊？我完全不知道。锦州站是北南东西哪里啦？哎、欸，怎么开？怎么走啊？这人怎么都不说话的、啊？这里是中国，怎么这么多？怎么这么多外国人？他一句屁话都不理我、欸，哎，怎么下雪啦、啊？哎、欸，我电脑变得好那个哦，这下雨还下雪啊？我有钱吗？我有2500块，我买一个非常难吃的披萨，买一个米包，能不能买一坨，再买个披萨？我退出，那我退出。
这选单怎么退出？哇！那我才买个十秒钟的贩卖机，地上已经积雪积成这样。是，先吃再说。往哪里上车？这台吗？报纸不用买了吧？打B店铺啊，直接跨铁轨啊，堂堂正正中国人，自己的生命自己负责啊。上车，跟哪有？他妈的，我有车票，为什么要用劫火车的方式上车啊？这怎么上去啊？门根本就没有开啊，走屁哦！哎、欸，开了，上！这个没有练跳高还上不去哎、欸！我上车了，好，欸。奇怪，这哪节车厢啊？哦，到了！哇！哇，它好开放哦！史维特拉纳，你好，这里很无聊。莫斯科的火车旅行第三天，老子在中国，不是在 Russian 好不好？写什么啊？我就坐在这边看看他的奶子吧。我至少风景好吧？而且每个人衣服怎么都破破烂烂的啊？死人呢？What the fuck？ 这连人衣服都不穿，笑死！怎么了啊？这每个人都破烂衣耶，这屁股都跑出来了。我是上错车吗？怎么了、啊？就下一节看看。好恐怖哦！哎、欸，开车了！我的车票上面有没有座位需要对号入座啊？没有的话，我随便坐了。哎、欸，怎么人一模一样啊？他每一节火车都是复制上去的吗？那我好了，我自己坐这边了。哎、欸，看一看窗外啊、哦，这个景色好烂，干！我能不能找一个景色好一点的啊？没什么风景可言啊。哦，这样好多了！哇，中国旅行，哇，踏上旅程了。在家里活了25年，当肥宅，一只肥宅，终于离家背井。大雪纷飞的白天，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去哪里了。身上带了一大堆垃圾烂披萨，车到底有没有沿着铁轨在开啊？这块披萨，好吃。再站出去一点啊，看不见东西啊。哇，赞！你看有没有旅行的感觉出来了？有没有？我玩这个游戏80块。比你们这些肥宅待在家里还要有趣多了。我现在是要前往锦州站，懂不懂？这些人都不出去旅行了，不看看风景。这趟要坐多久啊？现在时间下午1:20。好。车上怎么没有任何音乐啊？赶快上车！你靠北哦！火车之旅马上升级变成了荒野求生。
怎么办？能走路？骗人的吧？我明明在车上待得好好的，他人怎么会掉下来？这游戏有传送功能吗？哇，这边过不去、欸，怎么办呢、啊？干，那边是城市吗？哇，是不是还走了回去啊？可是刚刚已经开很远了呢。我重新开始啊！他妈，要前面好像看见东西了、欸，那是车吗？怎么那么那个、啊？你是不是有车开过来啊？他开很慢呢、欸，我这能不能上得去啊？我没有月台，我可能跳不上去哦。妈的，老子要做中国蜘蛛人，我现在就是要去挡火车。停车啊，老铁！我要上车。哎、欸、哦哦，好快哇！赞赞赞赞赞！头等舱，头等舱，这样子应该可以直接坐回那个初始点吧？哇，好快哦！哇，好爽哦！视觉 1.1 的，先回去粪坑街准备准备，看看怎么办呢、啊？那个火车应该还会再回来吧？不可能一天就一班吧？哦哦，有大楼了、啊，到了到了到了。坐回了柳州站了，顺风顺水顺车，一帆风顺。干嘛又卡住了？哎干！哎，我怎么有时候都会直接停着不会动啊？妈的，怎么就不让我上车？我的，为什么都不让我上车？我有买票呢，啊！我看到车站了、啊，差一点点了，啊！前面有一台、欸，看这次我一定要赶上。你们不要在那边叽歪，堂堂正正中国人，遇到事情就是解决就对了，不要在那边瞎鸡巴乱扯，嘴巴那边叽叽喳喳、叽叽喳喳的，你们这样怎么能够完成什么事情呢、啊？早在那边瞎逼逼。赶快上车就对了。确定是往这个方向的吗？能开吗？前面车头不能坐。好，上，哎，干，上。哎、欸、啊！成功了，成功了！哇！我又成功了，我又成功了！我这次不会再随便乱下车啦，不要在那边搞了啦，门关好了。这边能不能坐、啊？我可以坐在头上可以吗？这家伙连蹲都不会蹲呢，白痴吗？这边呢、啊，我绝对没有什么非分之想，你们千万不要误会我了。我的车票位置刚好就画在这边，好不好？不要乱讲。哎、欸，雪停了、欸，这里的环境好残酷啊，严苛。走走，风和日丽，突然下大雪，刮大风雪，然后。雪都下了十公分厚吧，然后马上过了20分钟，马上要出大太阳了。锻炼人生，锻炼身体。这时候应该播一些音乐啦，比如说JoJo的那个片尾曲。不要再掉下去！干，怎么每次过地图还是怎样的时候都会卡一下？坐在座位上的总该黏住了吧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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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不好听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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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嘟一次就扁你。哎，好久哦，这个2542公里要坐26个小时。我从柳州坐到锦州这么远吗？我觉得我车怎么慢下来了、啊？在干嘛、啊？到站了、哦？是不是到站了、啊？等一下看一下，怎么越来越累格啊？哇塞！那怎么这么累格啊？到站这是哪里啊？下车看看。哇，门都没关啊！怎么又下雪了？回程呢？等会啊，等等哦。是哪里啊？哇塞，跳高跳不上去啊！百花争插，百校争插，在广什么天地重威沙小，什么鸡巴东西啊？月台这么高在干嘛啦？董事会不工作，我需要换车吗？我已经到锦州了、他叫我买到北京的火车票。叫。我不买票会怎样？不行是不是？这哪有卖票的、啊？好悲哦！我没有票啊！干，没票不能上啊！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。每个人都油光满面的，哪那么肥啊？是哪一国人哦？怎么又卡住了？喂喂喂喂，玩到电脑宕机，就这样，对，游戏爆炸了，还要不要玩啊？我觉得这个游戏程式其实没有做很好。他如果做好一点，我说不定还会忍耐一下，就是坐去北京之类的，对不对？我的目的就是从柳州呢一路坐到北京这样子。然后沿路的风景看一看，虽然都长得一模一样，那既然体验过了，都是复制贴上，我们就到这边了，可以吧？在广阔的天地中茁壮成长，有听到吗？我茁壮了，我也成长了，我至少离开了我的家乡了，好不好？肥宅啊，你们要成长啊，你不能一直跟在大哥旁边。